幼儿园亲子活动你感受如何？网友，之前参加儿子幼儿班的亲子活动，贝贝跑家长背着孩子两头抓东西运送，结果我刚蹲下扑的一声放了个屁，无语的是儿子神同步的也扑的一声，大家都笑得合不拢嘴，我们爷俩在幼儿班一炮成名。网友，朋友从孩子出生喝奶粉开始蹭奶粉罐，等到孩子上幼儿园了，一天老师布置要收集废旧瓶瓶罐罐做环保体育教材，好家伙，拉了一车啊，口里还振振有词，终于派上用场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